有一道料理界的天菜，叫奥斯卡汉。我是料理高手熊高中的安杰老师。料理天菜，请问你认识眼前这些菜吗？我的证明你是料理天菜，请在72分钟内讲出20项以上的菜名，开始。两分钟。玉米、杏鲍菇、丝瓜吧。这个姑且称它为豆豆，我都叫豆豆。啊，这一定大家都知道。抽本人来一个，另外一个，这个叫做那个，我看他的名字，我记得很可爱。3、2、1，金江菜，金江，地瓜叶，洛梨，错。啊，这里包括真生菜，这圆脸菇，这个十。校园为主题，以料理为基底的青春校园偶像剧，希望大家可以在每周晚上10点锁定我们的电台，还有每周晚上10点36频道公共电视台。这是这一场牛蛙啊！我刚没抓到，像个飞的。那你真要去吃饭了？谢了，快去吃吧。睡醒还没吃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